第二十八题，弹簧未挂任何物体时，原长为多少公分？我们看到，我们只挂铁块是13公分，加挂铝块之后变成15公分，所以表示我们如果只挂铝块的话，我们会伸长的是2公分，因为只挂铝块会伸长2公分，现在全长是10公分，所以表示原来长度应该是8公分。所以28题问我们说，弹簧未挂任何物体时，原长为多少公分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。